可以檸麻花果汁軟糖，它只需要三樣東西，同埋落鑊蒸一蒸就可以搞定啦。煙煙銀銀口感相當好，一啲都唔黐牙，佢做法相當簡單。先嚟準備果汁，如果屋企有榨汁機或者原汁機咧，攞佢出嚟用。我呢台係大宇嘅原汁機，除咗個樣好靚之外咧，榨汁效果都相當好，出汁率達到95%噶。榨汁分離清曬上嚟相當方便。盛500克橙汁出嚟，呢個量咧啱我蒸一底嘅，然之後加啲砂糖，再加木薯澱粉。就是三样嘢嘅啫，呢个做法咧，你可以拓展其他口味嘅果汁糖嘅，你将橙汁换成其他果汁就 OK 噶啦。再嚟喺碟底咧，擦一啲油，然之后水滚之后摆上镬度，再将棉糊倒入碟。查实可以唔使过筛噶，因为乜都筛唔到出嚟噶，呢一步专治强迫症嘅啫。冚唪唥搞掂晒之后咧，就冚盖蒸佢30-40分钟就 OK 噶啦。你睇到佢转晒色，半透明状态咁就得噶啦。摊冻之后咧系好好脱模嘅，而且真系相当 Q 弹啊！再嚟将佢切成一嚿嚿。这个做法真的相当简单，但口感相当好，秒杀你出面买的东西。最后边边裹上椰蓉或者裹奶粉，但就不建议裹砂糖，因为太甜了。这一碟我们家两个小朋友争住晒食，强烈推荐给大家试。